Hello，大家好，脸书的朋友、IG 的朋友、微博的朋友，今天呢是洪正的1岁生日会。那虽然你们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不过没关系，我们前半段会有直播，那跟着我们一起在线上庆祝这个生日会吧。我们现在要开始，走。各位红豆们，准备好了吗？声音太小声了，是因为口罩的关系。再一次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那我要来喽！生日快乐！怎么样？吓一跳是吗？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抽空来到我的生日会，我有些话想跟大家说。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世界线。等一下，我们拍完生日蛋糕，那媒体大哥们就会走了。等一下，你要躺在地上嗑瓜子，好吗？那我们最后一句再唱一次，好不好？唱完之后一起唱哦，会唱吗？嗯。再等待一句，我哎，怎么唱？再等待一次，怎么样？中间唱突然不会，再等待一句，我愿意，是不是？嗯。对，再等待一句，我愿意。那我们一起唱，再等待一句我。会哦，一起唱哦，来，5、4、3、2，再等待一句，我愿意。哎，掌声加尖叫哦！对嘛，刚才讲半天，还是不会。好，那我先来简单讲一下。其实我是有点紧张的，因为我第一次。这种公开的活动没有主持人，今天我就是球员、裁判兼怎么样？教练。所以拜托大家热情一点啦、啊、哦。那我讲什么？有机会的话给点反应啦、啊、哦。好。那我第一次主持啊，如果说有哪里不够好的，那大家再批评指教喽，好吗？好。那我现在讲一下为什么我会。想办这次的生日会，其实呢，在我一开始听到要办生日会的时候，我是有一点紧张跟不安的，因为我会觉得说生日会是不是你笑什么？紧张跟不安，你笑什么？就是说我会觉得说生日会是不是要搞一个什么秀啊？我是不是要准备唱歌啊？虽然刚才已经唱，是不是还要表演跳舞啊？还是说要变个魔术什么之类的？我怕我来不及准备啊，
怎么样？你有话要说是不是？想说又不敢说，我怕我来不及准备。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刚拍摄完一部戏剧，每一次的杀青对我来说呢，都像是伴随着一种空虚，身体呢像是被抽干了一样，很没有精神的那种。我担心我的节目来不及准备，我担心我没有办法调整好我的状态来跟大家见面，因为你们总不会希望来到这边参加我的见面会是看到一个很没有精神的洪镇吧？你们想看到软趴趴的洪镇吗？都好，都好，下辈子是你就好，想都没想。所以我们就办这个见面。现在软趴趴，我现在硬邦邦。所以我们就办这个见面会，因为我的那个经纪人跟我说，我没有我想的这么复杂了，只是说大家很久没有见面了，很久没有这个公开的活动，那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让红豆们问问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吃吃东西、拍拍照，大家坐下来聊一聊。原因很简单，就只是太久没见面，想见你而已。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你想见到红豆们吗？刚才那首歌算是回答你们吗？所以我们就办这个见面会，生日会。那其实我是有准备魔术的。可是我刚才在上台前，我还在考虑我到底要不要变，因为我害怕。你都准备了，来不及完成，失败也没关系。想看吗？想。有多想？超想。好，那大家，我还是有点紧张，我怕失败。那帮我集气一下好不好？可以帮我集气一下吗？可以。我们一起数到五好不好？好。从五开始倒数好不好？好。数到五怎么会倒数？我们一起从五开始倒数。好。可以。OK。五。五。四。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魔术跟你们这样的反应啊、哦、但是呢你们回去就可以变给别人看了好吗？好，那等一下呢在离开的时候一个人再多收100就好。这个魔术是我 当初花了蛮多钱学会。那等一下呢我们会切蛋糕，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拍个照。大家是不是在进场的时候都拿到那个奶嘴糖？有。好，等一下我们拍照的时候一起带着这个奶嘴象征一岁生日，好不好？可以吗？可以。拜托一下，记者大哥们在拍，你要求我们啊！带着奶嘴拍个照片，好吗？好、哦。我们先拍照，然后唱生日快乐。大哥，我们先单拍洪镇跟蛋糕。好，我们这个火的部分，来，洪镇，我们先快速。架子可以拿走吗？架子可以。先架子不要，架子，刀拿着，架子我帮你，刀拿刀，好。我们视线先从左边，好，左边看到右中间，看到右边，好来。我觉得你是，来中间，好，看到中间，看到右边。好，那我们旁边的粉丝，我们不要顾着拍照，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好吧？1、2、3，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
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一到十号上台给他拍照。好，我们找一到十号，大哥讲了，一到十号你们 lucky。好，一到十号迅速快点，要不要跟洪正合照？三二一，快点，来嘛，奶嘴在上，一二三。那个手上有拿奶嘴的在前排的朋友们，一到十号快点，来，就是一到十号，来往前，口罩拿下来，往前快点，口罩先放在口袋，快点。那我先说一下哈，为什么？我会想要来，你们直接上台，跟大家一起带着奶嘴拍照，是因为呢，这是我今年收到的第一份礼物，我感觉很奇怪，为什么人送我奶嘴？来，你就站在这边，不要害羞，手机放进来，手机拿着，你们没有要自拍，现在是要跟大哥合拍，来上电视、上报纸，来，来往前站，往前站，来，不要害羞，你这样借一下，来，我借一下，可以吗？不要紧张，不要害羞。两个过来，那你怎么没有拆？在前面一点，好不好？前面的，来，你再过来。好，手机放下来。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没？可以。来，你们右边这两个再靠近一点，这边。好 ，smile 来，我们镜头，我们视线先往左边开始来。等一下。加油！不要放弃。好，来，视线先往左边开始，来，视线往左边看。好，我们视线往中间看，视线中间。哦，视线记得眼睛视线哦。好，来，视线往右边看，谢谢。好，大哥来，我们要补拍的。举个手，这里好，中间视线再往中间，举手的黑色衣服的大哥，来这里，来中间红色衣服，我水要记得穿哦。来中下方的黑色衣服的大哥，好，好，大哥要去补拍的，举个手，来中间蓝色衣服的大哥，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你们哦。哎，快点！我们要让洪正许愿切蛋糕了，因为大谢谢哦，谢谢哦，小心哦，小心脚哦。我脚断过，我知道啊，小心。好，许愿。那这个奶嘴怎么样？我会闻到烧焦的味道。对，这个可能要赶快了。好，你赶快，你就说需要我们刚刚许的三个愿望都成真。需要我刚才许的三个愿望，好多朋友不知道吗？简单的讲一下：一，一起跑来过去；二，我想有一台手牌车；三，老子想中微利彩。全部都成真了，耶、yeah, ！祝你们都成真。谢谢各位。大哥需要切的照片吗？需要吗？好，那切一张。那会切到红色的。比的就好了。你比一下就好了。给我。比一下。好，来视线哦，一样从左边看到中间，看到右边哦。吃掉的话，那这个底座留着好不好？咬着就好了，咬着就好了，对吗？懂的嘛，不懂拍照嘛，懂拍哦。那我先休息一下，等
等一下我们马上就来。宏志要再给大家第二个惊喜。对，刚刚还想再看帅气的宏志，对不对？想，当然想。怎样？你戴着口罩，我听不到。他都脱掉啊！你们怎么知道他要换衣服？哎，他什么样？他这里要脱衣服，他是要脱衣服啊，然后再穿上衣服啊。他确实。在这里吗？对，在这里。在这里看吗？你们想看吗？你们想看吗？吓到嘞！哇！这个时候就那你很坏了。线上直播的朋友们，我们稍等一下下。好，等一下见。那先。怎么样？好，来一下吧。等一下，等一下要出来了。等一下要保持这样子的热情，好吗？第二个衣服龙正很帅哦，好，真的。稍等一下哦，好不好？第二排的同学可以往前。大哥离开之后，你们就可以靠近一点。大家可以把椅子往前了。